中国粮食产量每次小幅的提升，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与此同时，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每年损失浪费的粮食在600亿公斤以上，足够养活2亿多人口。粮食增产与节粮减损并重，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减少粮食损失，就是节约资源，这是一块无形的良田。在湖南中部梅山地区、福建西部的一些地区，秋天有一个独特的稻作生产节日——虾新。这一天，人们停止耕作，要杀猪、宰鸡、网鱼。更重要的是，到稻田里摘3-5穗饱满的新稻谷，放入饭锅一蒸，寓意五谷丰登。然后连同3升9厘一起置于堂屋香案之上，祭祀天地神灵、神农氏和五谷神。除了几个自然村落联合举办的盛大公祭，每一户还有自己的家祭。人们在这个节日里祭祀五谷，祈祷丰年，表达对天地的敬畏和对粮食的尊崇。因为粮食的外国呢，这个苦不来，如果的粮食吃的，就是的真子子啊，下些的，这个老年给同个苦吃子啊，煮的粮食啊，五个冬又是个白了。捧在手心里的粮食，每一粒都如有灵性，不容亵渎，更不容浪费。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伴随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永恒主题。湖南、福建偏远山区留存的这些古老习俗，保留了中国人对粮食最原始的崇拜，更是对粮食最深刻的敬畏。随着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成长，物质丰盈背后的新消费观念，挤走了惜粮敬天的传统。好酒好菜摆满一桌，成了中国人表达诚意最普遍的方式。一桌酒宴，往往吃了不到一半就酒足饭饱，留在桌子上的美食佳肴，转眼变成了剩饭剩菜，他们的归宿只能是垃圾桶。据统计，餐饮行业的浪费率平均为10%到20%。一家餐馆平均每天会倒掉50公斤剩饭菜。2013年，我国餐饮业零售为3.3万亿元。如果浪费率在10%，总额就会达到3300亿元。餐桌浪费折合成粮食，大约为500亿斤，相当于8000万人一年的口粮。7000万耕地的产量，这样惊人的浪费让水稻之父袁隆平痛心疾首。作为毕生致力粮食增产的科学家，袁隆平对每一粒粮食背后的资源消耗和人力付出都有着比别人更深刻的理解。大家宣传这个是粒粒皆辛苦啊，这个年轻人呢、他不知道这个粮食来源呢、我们现在为了每亩增产5斤、5公斤、10斤的话呢，和9粒2斛之粒的嘞，是吧？他一浪费，现在很好，就是光盘行动了。我是拥护这个事情的。2012年底，中共中央颁布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它既是改进党的作风和纠正社会风气的政治措施，同时也提醒人们节约粮食、节约资源，才能可持续发展。现在的反四风、反奢靡之风、反浪费，从中国的台面上让我们能够节约起来。在我看来，奢靡恰恰是一种贫瘠太久的心理补偿，奢靡之风并不是富裕的表现。所以一个真正自信的民族，从眼前的珍惜和节约开始。浪费粮食就是浪费资源，节约粮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它不应当只停留在道德和观念的软约束阶段，更应当从法律层面设置消费行为的红线。
德国，欧洲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任何人都可以举报浪费粮食的行为，相关机构接报后会立即进行核实和罚款。新加坡，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法律规定，在餐馆浪费食物需加倍付费。执行这一规定后，新加坡食品浪费率一年内就下降了6%。而在我国，2013年，湖北武汉和广东珠海才终于公布了惩治餐桌浪费的地方法规，节约粮食也终于提上了法律的日程。粮食浪费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每年损失浪费掉的粮食要占全球粮食产量的30%，如果能够减少到10%，就能够改善当今全球8.4亿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的人口的生活水平。2008年，我国人均 GDP 已经突破3000美元，国际上公认，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均 GDP 跨过3000美元之后，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就会加快，居民的消费行为也会向享受型快速转变。跟我们国家饮食习惯相近的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就是只有到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人均国民收入20000美元的时候，它的膳食结构的转型升级才基本处于一种稳定状态。享受型的消费带来的不仅是快感，也可能是折磨。与人均 GDP 增长同步的还有肥胖症患者的数量。每次看到这么小的可怜，小的可怜胖，我根本受不了呀。就是因为你在家里你不习惯吃这些，然后又不运动，所以变成小胖胖了。1987年11月，中国第一家洋快餐品牌肯德基门店在北京前门开业，它标志着推崇肉、蛋、奶消费的美式饮食习惯开始在中国风行。肉、蛋、奶需要消耗更多的粮食，过多消费肉、蛋、奶满足了口腹之欲，也给居民带来了肥胖、三高等健康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多的肥胖的发生，也没有引起国内很多的重视。但是90年以后，老百姓的钱相对来说比较多了。过去我吃的很少，我现在有钱了，我应该吃的比较多一点。美国的这个肥胖发生率突然上升的时间是在70年代，也就是跟它的经济突然发展有关系啊。我国18岁以下的肥胖人群已达1.2亿，在城市，每7个少年儿童就有一个肥胖。不合理的膳食让体重快速增加，健康的压力又逼迫人们减肥。在小腹消长的背后，既是给身体增加负担，也是对粮食的浪费。2011年，国家卫生部制定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适合中国人体质和饮食习惯的膳食结构，应该以谷物为主，搭配较多的水果、蔬菜，适量的肉、蛋、奶。因为营养过度摄取，很多弥足珍贵的粮食，无形之中丧失了用武之地。哈尼梯田被游客称为大地雕刻，对于农民而言，这样分散层叠的地块意味着更加辛苦的人力耕作。由于山路崎岖，哈尼族人收割的粮食要顶在头上才能运回家。这些被人们顶在头上的粮食在运回家中后，巨大的损耗就开始了。到处都有，到处是，今天上高地，明天就。我国农户家庭阶段性储存的粮食，每年大约5000亿斤，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近一半。各地粮食生产情况和消费习惯不同。云贵川等偏远地区农户在家存粮的意愿最强，损失率也相对更高。可以说一个的口粮被他偷出了。农户储粮装具简陋，
粮食保存技术水平低，鼠害、虫害和霉变造成的粮食损耗约为8%。从2007年起，国家粮食局发起“农户科学储粮”专项行动。前七年本粮储存过来，现在已经抢回来了。农户科学储粮，如同开发了另一块无形的良田。截至目前，817万套新型储粮装具，可储存粮食约1400万吨，农户平均减少储粮损失6.5%，全国每年减少储粮损失的总量为90万吨，相当于260万亩土地的粮食产量。而目前全国种粮农户有2.1亿户，安装新型储粮农具的农户不足4%。科学储粮，节粮减损，依旧任重道远。大力的减少粮食的产后损失，增加我们的有效粮食资源，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啊，这个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现实可行也是最经济合理的途径。节约减省比稳产增产更加具有紧迫性。粮库用那个猫捕捉老鼠是比较好的，上一代人就用这方法，一直传到这新厂子，一年绝不少粮食。那个老鼠，一个老鼠一年得能换2-3次斤粮食吧。猫与鼠之间博弈，其实是粮食存储减损的一个侧面。如今作为粮食的守护者，面临着比单一鼠害更加全面、更加严格的储粮要求。1953年，浙江省余杭县的80个基层粮仓中，出现了55个无虫粮仓，这是粮食保管工作中的奇迹。这段资料所反映的是我国第一代四无粮库，无虫、无霉、无鼠、无雀，成为那个时代储粮的新标准。这家原苏联式仓库是新中国第一代粮库，也是当时保管技术最为先进的粮库。这个像沙子的系统叫硅罩图，是我们粮库进门的第一套防线，是叫防虫线。这是我们仓库用的专用的防鼠板。如今，这种粮库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求，自动化、智能化和绿色储粮技术在不断升级。目前研发的粮食储藏成套新技术、新工艺，将机械化作业水平整体提升了4至6倍。将有力支撑新的1000亿斤粮库建设。粮食的温度是我们粮食保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在每个仓库里面都布置了很多的点，能够准确地反映仓库里面粮食的温度。这里是中央储备粮青岛直属库，是全国800多个中央储备粮库之一。在这个库容6000吨的粮库里，工作人员要布下78条测温线。全库312个测温点用来实时测量粮食的温度。粮食收割后，每一粒籽粒都是一个活体，它们需要呼吸、代谢，还要发热和流失水分。要让它们不变质的重要办法，就是控制温度和湿度。这些深埋于粮堆之下的不起眼的点和线，就像粮食质量安全的心电图。一旦发现温度异常，粮库就会启动自动通风系统。这种把粮情监测、机械通风、环流熏蒸和谷物冷却有机整合在一起的技术，被称为4合1储粮技术。粮食储存也从50年代四无粮仓的1.0版本，升级为4合1技术的2.0版本。如今，绿色、环保、智能储粮的3.0版本已然开始推广应用。在覆膜的密封粮面下，逐渐充满的氮气让粮食进入冬眠状态。充氮气条是多介质防治害虫的一种手段，也能最大程度保证粮食的质与量。目前，充氮气条储粮技术已在260亿斤仓容推广使用。那么我们现在正在推广氮气储粮，空调控温
等一系列先进的措施，就是把粮食啊隔绝在一个没有氧气的环境里面，使它不可能发生虫害，通过现代化的储粮手段给全国人民提供绿色粮源。餐桌上的节约和科学的膳食结构，是在粮食消费的环节把住节约的关口，一次一次良好的消费行为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海量。农户和粮库的储粮技术改进，则减少了粮食存储环节的损耗。正确的消费观念和科学的储粮技术，在不同环节把守着减少粮食损耗的关口，哪一道防线都不能失守。超市里各种卖点的米面产品琳琅满目，这些诱人的卖相最终要折算成更高的价格，可这高昂的价格其实只是在为过度的加工埋单。你90千瓦的，你按照功率的70%-80%就是有效功率，你这样算下来的话，每一吨米都要消耗好10度电以上，这个经济损失你算算，5万吨的话下来10度电，那是多少度电呢？稻谷脱壳后，并不是立即就变成了晶莹剔透、均匀饱满的大米，而是先成为糙米。糙米去除绝大部分皮层和一部分胚后，成为白米。大米经过抛光的次数越多，就越接近这种消费者喜欢的色泽。这样漂亮的大米，也永远失去了它的糊粉层和部分胚乳。成品大米仅剩下营养为5%的胚乳，而每增加一次抛光，出米率就会降低2到3个百分点。这个就是抛光粉，抛光粉完全是从这个米的胚乳当中抛下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都是浪费掉的损失都在这儿了。每我这一道抛光就可以说从这条过来都这老些。据了解，抛光工艺最早是从国外传入国内的，目的是为了去掉附着在大米上面的糠麸，因为糠麸会影响大米的口感，但也仅是抛光一次。但是一部分加工企业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偏好，逐渐提高了精致米的比重。近些年对食物的精、细、白的追求，悄悄吞噬着一些本来可以作为口粮的有效资源。调查表明，我国小麦加工环节损失率为1.96%，全国粮油加工环节损失粮食总数在150亿斤以上。可直到2013年，技术落后、粗放加工、日产能100吨以下的小型粮油加工企业仍占据了44%左右，副产物利用率仍然低下。要端牢饭碗，保障国家粮食的持续安全，我觉得主要要从两方面来着手。一是要继续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实现粮食的稳产增长；另一方面就是要大力的实施粮食的节约减损，通过减少粮食的损失浪费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地少人多的中国没有浪费粮食的资本，粮食增产永远无法弥补粮食浪费的巨大黑洞。增产和减损是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两条腿，缺了哪一条腿，中国的粮食安全都无法成立。节约粮食并不是大家陌生的理念，但大家更熟悉的是饭桌上的减少浪费。粮食的节约减损其实是一盘大棋，它贯穿在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中，它既需要个人良好的消费习惯，也需要国家层面的产业规划，它既需要道德法律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也需要产业技术堵住各种跑冒滴漏。减少粮食浪费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最现实可行也是最经济合理的途径。节约每一粒粮食，端好每一只碗，我们可以在悄无声息之间实现着无地增产、无水丰收的奇迹。